白花尖大庙位于广东省汕头确实风景区东路海滨，是一座单体面积居全省之冠的大庙，也称九天娘娘庙。1993年10月落成时，有海内外人士多达50,000之众参加了开光大典，盛况空前，此后成为汕头旅游热点。白花尖大庙由港包陈锡谦等海外侨胞倡议并承捐巨资所兴建，由古建筑工程师纪传兵所设计承建，以其规模宏伟、典雅别致，充满民俗文化艺术景观，堪称潮汕民俗文化大观园，而备受海内外游客赞赏。风雨同舟，迎接彩虹。